各位学员，大家熬早，真欢喜啊！这期够遐济人，啊，够从国外回来，我上欢喜讲，咱啊国外人拢知啊，本土台湾人啊拢知啊。拢大家拢转来，因为安怎讲？较早吼，遮个先去外国接受到西洋的教育，看到讲流氓政府遐腐化，什么人要转来？大家可以想看卖咧，一流的人，讲转来，予流氓政府去遐管啦，敢有可能？所以，我有感想到，每一期啊，拢有无同款的所在的国外人士。回来，这是好现象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要在这里拜托大家，因为有你们到三天去说，才会影响你的朋友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你外国回来，佫会影响台湾的朋友。啊，因为现在我诶拜访这个期间啦，那国民党的观念啊。这个时间啊，伊会拢会办一个什么台商联谊会啦，办什么啊的活动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讲要予台湾出去的人啊，回来。这就是要跟大家讲，我直直在想啦。有当时政府哪会要开这条钱？是安尼要开这条钱？咱再想想的讲，我啊，这就是国民党伊家的延续的寿命的方法啦。但我无足清楚，以前伊要开这款钱，啊，伊认为讲伊是中华民国的啊，啊，恁遮是以前是中华民国啊，走出去国外啊，啊，我即马开寡钱，啊，叫恁大家。来，啊，回来，甲恁交代一下。啊，因为以前走出去可能是恁老爸、恁阿公，迄个时阵啊，有的是去读册，有的是无法度，因为有的去。日本留学，我伫日本啊，一资料转来台湾啊，说台湾未得转来啦，这个、人足济咧，类似安尼啦，因留落来，啊因第三代唔知讲，我啊即卖政府个未歹，佫叫咱转来看看，转佚佗，
我伫咧想，这都是延续他们执政的寿命。啊，无什么条件啦，伊有什么条件？原来美国讲叫伊来遮管尔，接咧管。啊，甲即嘛，美国个国家足清楚。啊，毋是一个国家啦。伊佫讲，美国讲恐怖分子，毋是国家。中华民国拄啊去对着伊，毋是国家。啊，咱秘书长佫想着讲，若有武器，甲美国抗议，所以讲武器唔卖台湾，过来武器安怎？武器车轮牌迄个国徽啊，已经取消。那惊战车啦，加飞行机啦，迄个登陆艇啦，迄个车轮牌，迄个拢取消。这是啥？过来，你袂使有军队啊，有武器，有军队啊，但袂安怎？停止征兵嘛？有的年轻人还搞不清楚，去上网去找金门啊，大胆。大胆呀，有大胆二胆呀，讲撤军啦！我昨坐计程车来，我甲问讲：你知呀？唔知呀？伊讲唔知呀。我甲讲个后勤部队啦。裁撤了，就是撤销了后勤部队，你知吼？你知啊？啊，唔知啊？伊讲伊唔知啊。宪兵司令部撤销，没有啊？宪兵司令部，安尼的现象，因为他是。恐怖分子要有三个条件来对拢有嘛？第一个不是国家又有武器在这边征兵，符合啦，符合咱秘书长各国的要求啦。所以讲要求美国要怎么做，怎么做，怎么做，一一的去做。当然有早上来了因为我开的课啦，那么是跟我们华理地位上啦不太一样要上课之前，有的人也不认识我。我也不喜欢外面去跑了。我在上博士班研究所的课程的话，我希望他们带笔电来。我后面走进来发现，我们班上也有人带笔电来，我认为很好，都在进步，也在年轻化。我们班上也是在进步，也在年轻化。那
我哪会去讲到这个？讲大家要了解我足紧啊！吼、哦，安那足紧？迄、那个你那笔电的甲拍落去，张文燕，当然蔡奇的名照足侪出来。你甲讲张文燕教授，啊，就会看到外相。哦 ，Google 甲雅虎，你随上网入去，你会看到我的资料。所以要甲大家讲。假设阿拜咱执政的时，咱的全国迄个做电脑上网啊，无要甲人收费用啦，这是咱人民爱知影的代志，人民大家爱会爱用的情形。有诶，讲较装卡去，啊，都无电脑，未啊用，啊，都讲唔，啊，都爱钱，爱砍线，哇，唔过来，阿伯一定，这是咱人现代社会人民的一种资的权利，所以啊，咱这个方面会啊。尽量去做，好、哦、啊！这就是要跟大家讲，未使犯法啦。你若犯法，确定啊，咱提案例来讲，你以后跳到哪里，跑去哪里，人都会找到哪里了。说人肉搜寻，是不是？在电脑里面不是有吗？哦，上去搜寻一下就知道这些是谁了嘛。所以啊，要告诉大家，那我当然我是的。大学研究所啊，做教授、讲座、教授，吼、哦、啊，捌当过系主任，捌当过院长，啊，当然这是学术的过程。的服务啦，啊，实在我无虾米尊重啦，啊，我因为细汉啊，我就是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去考的工商。那时候是工商管理学系，哎，啊，到尾啊，同学讲啊，无咱来考会计师，啊，考会计师，咱心计还阁无读呢。同班同学讲啊，无咱到底来修，阁走去外校去修审计学。啊！你啊，才去改科会计师。啊，我足福气啦！我足感谢阮同学，阮两个拢会计师拢有过，所以我本身学术上已经提到讲座教授，去年应该无啊啦吼。啊！若有，唔知要阁创什么
特别教授吼，荣誉教授来管那些。即马有迄个荣誉教授，我说知影。啊，哪个专业是专门职业证照人员？啊，也是专业人员，所以甲大家讲，啊，所以我第一期甲现在啦，拢有开会计这个课程，哦，相关吼会计啦，啊，做成本管理这方面吼，在课程吼，啊，因为这开这样啦，大家也干燥叫干燥无味啊，哦，啊那我也不是商学院的，啊那商学院的讲啊我是商学院的，啊你要开一个诶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，啊用一点钟的时间。那有遐简单的代志啊，所以讲啊，你到底是要讲什么？吼、哦，因为起码那爱几啊点钟嘛，所以我甲大家讲重点，上重要的。就是大家爱知啊，这个观念。我提一个案例哈，严清标大家知啊无？伊什么罪？贪污？哦，喝花酒。甲报账吼。拢对啦！恁大家咱想看嘛，安尼就足清楚。伊去请人客，啊，去付钱，啊，付付的，转来报账，啊，报账报报的，啊，钱也去要摕去。啊，到尾啊，一两年后讲，这有问题啊啦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这是啥？这就是讲法律啦，百几条啦。哦，啊，那要。甲你判刑，伊甲你算一条啊啦，啊，这就是徐水德讲的啊。哦，啊，因为以前是唔是国民党啊，啊，所以伊参加国民党，啊，就会较无代志啊，所以因囝即马就是挂国民党的，啊，才阁叫去算啊，啊，无伊的心内一定我错伫内底。把人以前咧报拢无代志，拄到严清标，伊咧报才甲你出代志出来。啊，这就是啊，咱要阁提，这是一个案例啦。咱即马阁来看其他的案例。当然，我要讲吼，未遵循啊会计制度。的案例哈，咱来看633，633，大家唔知啊，了解这个人无？
我伫国外十几年，所以我知影伫政府、侨界、外交方面。那以前也未断交，台北啊经济文化办事处长都代表什么？代表总领事啦，总领事。啊，总领事要外放之前，要派出去外国做总领事以前，拢一定爱甲总统翕一个相才出去。啊，所以伊若邀请阮去因官邸食饭，也是邀请阮去总领事馆啉茶时啊，拢会去发现着讲，哇！啊，总领事伫遐啊，甲总统翕相的照片，安尼，搁一个问者讲啊，就是外交要外派的时候，都要跟总统照一个面才出来了。哦，咱才会知，所以安尼官有大无大，照讲足大的嘛。哦啊，所以咱就清楚啊，这款的小的发薪水的代志，敢爱经过伊的手？一个遐大的官，伊请一个利用，啊，要发薪水，都爱经过伊的手，伊才去甲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且背数呀。啊，迄阵啊，报纸刊刊足大个呢，讲安怎，讲要外交后门前。啊，美国讲啊，你们不是一个国家，伊拍摄讲啊，你们只是我们民间单位啊，委托啊，给你们台湾是给你们去管的，啊，也不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怎么会有外交豁免权？嗯，啊，哪讲啊嘛，没有外交豁免权，我们就要认罪协商，不要开公证会啊！认罪协商，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？什么叫做认罪协商？认罪协商，什么都拢承认啦，钱付付的，阮人要紧走啊啦！安尼意思啦，啊，遐翻译讲，按着我爱叫程序来这里，啊，无讲哎，恁安尼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办法使用外交豁免权，啊，恁得要用认罪协商。啊，人就要走啊，无可能啦！先留落啊。伫美国关偌久，大家知影无？伫美国关头晚两个多月，到尾啊，我这个方式回来，啊，实际上
这有犯法啦，无犯法。这就是手铐，这是啥？犯人杀，这个啥？卡了的呢？做遐大个官，安尼有漏开也无漏开，迄实在是足漏开。中华民国来流亡政府吼，伫美国即大漏开。这个案例，予大家知影就好啦吼。其他时间上的问题，咱带过去就好了。这个是2012年4月7日啊，七七，教育部的雇员。那是没有遵循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，这个雇员并不是公务员哦，侵占公款，教育部仅讨回3万，教育部重点科技那里有做基金啊，26万元公款侵占啊，对，2600万啊的公款侵占，吼，咱会得了解讲，凊彩多一个单位拿来清清嘞。个算较认真嘞，我看吼会省嘞足济啦。这是一个教育单位哦，教育单位的部门呀，都2600几万。啊，那安尼，那全国啊，做一个审计单位、甲会计单位认真来评啊，我看唔知我有要几亿的财产啊，和公务人员啊。挪用，是啊，迄、那个，盗领，拢无法度好发现，所以讲有诶单位诶主管，尤其是甲财经有关诶。拢爱安怎？2-3年都爱安怎？调一摆对无？咧调这个动作，就是讲在检查啦，看他有没有什么挪用或是侵占。但是如果你是周期性的。上好是讲，卖用周期的方式，用一个一道特别的命令方式，全部检查，安尼可能会过去抓更加多。这根本就是发生有问题，才去查，才去查出来。
我看这啊，咱啊，买去，这给大家看看就好了哈。这里要讲这里就是讲，主计长啦、啊，伫会计人员内底应该做甲上大啦。啊，要做会计审计人员啊，审计长上大。啊，那是会计讲啊，主计长上大。啊，你看。这个报道，自入性的行销，开违法的后门，来要来弹劾主机长。咱来想。是安怎？主计长都咧安怎？违法爱会开人，啊！你都会计都会使耍咧，你都咧耍啊！阮会开敢袂使做哩？所以这是在做。冤枉的，不应该啦。好啦，啊，这我看也歹讲啦，讲到这就伤心了。好，即摆先予大家了解啦，什么叫做会计制度啦？好，啊，这大家爱了解尔啦。哦，因为这会计制度啦，是爱用啊，依照哦，依照这个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甲相关法律的要求来制定团体内部会计循环啊，会计政策甲会计先选择。啊，在这个不确定的情形下来做一个估计的处理啦。咱较简单讲，要做小啊，拢爱什么？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嘛。啊，所以讲，严清标。一家里爱讲历史，或者啊，喝花酒啊，你那个报的发票啊，不准啊，等于啊，你是等于用公账来报，那等于是贪污，所以。咱会了解会计甲合法就有啥物关系？因为伊要开个销，啊，甲法律上讲，会计规定讲，啊，这都毋是用于咱议会内底，也是所有个啊做。甲咱即县市内底有关所开的费用啊，公啊，好像有公关费啊，啊，你甲这个公关费提去请你私人的朋友去酒家，啊，当然。这个会计单位的人，这讲袂使你啊！哦啊，因
啊，回去单位来讲，嗯，啊，以前的议长嘛，拢安尼啊，吼、哦。以前，所以以前可能是阿弟蒋公仪那个时代啊，啊，也可能是蒋经国那个时代啊，啊，都拢会杀你啊。啊，起码啊，当然，这就是，迄袁清标一定心内讲伊足衰啊。第一个啊，用这个方法啦、啊，甲判贪污。安尼大家这个清楚啊嘛，吼。啊，会计制度，我有一个会计法，会计法内底有这些科目，我看这拢无重要啦。咱主要爱了解讲咱的会计制度内底，咱的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啦，哦。啊，咱起码这要甲各大家小介绍一下，政府会计吼、哦、是做咱政府啊预算的工具啦。啊，各级政府来推行政务，甲控制资源，依照我爱法令规章一套啊设计一套。会计记录甲报告的准则，好、哦、啊，预算哦，要达到控制哦，要达到控制政府机关的税入跟税出。下面归叫做税入，税啊，税入就是讲政府。啊，咱大家来交税金的啦，所以有一阵啊，变人家做总统的时讲，哎，人民是头家啊，啊，唔只讲哎，区公所啊，即个服务人员，大家。那人民来头家来拢爱捧茶请啦，有啊无啊？这就是阿扁啊成功的观念啦。啊，实际上咱想想也对啊，咱个去甲纳税金，叫伊来甲咱管理，来甲咱保护。你按这足正确个呀，好、哦，啊，人民是头家啊，哎，啊，那流氓政府啊，愈来啊，却愈无共款啦。早期要咧跟随，啊，即卖也有，但是我愈来愈散去啊，真正。公务机关啊，那无一个好的政府的团队啊，弄这个观念啊，真正我就歹推行的。咱这个单位啊，大家心肝内都爱有。这里结构啦，咱是要来为未来的台湾的子孙做一挂代志，做一挂留伫历史上的记录，安尼才有意义啦。我来安尼讲，
有的真正真好朋友，甲讲，一齐讲啊，张教授啊，啊，你都啊，无咧欠啥啊，逐项啦拢真好势，啊，来来过来，甲人咧无食的啦，甲讲甲人咧无食的啦。我甲讲吼，我可能我的剩余价值会再利用啦。因为一个人，那活伫讲无啥物目标。无什么愿景，一天一天戆戆啊过，甲动物我感觉差无什么共款嘞。啊，都爬起啊，食饭啊，食饭啊，哦，电视看看嘞，啊，都去困啊，困啊，又过一天啊，过一天，过过一天。我话足感谢大家，啊，家己提有这个精神，要为咱未来台湾做奉献，历史一定会甲恁留一笔，这是100%正确的代志。啊是安怎？啊，都伊家己赖得不做啊。好啦，啊，美国的要求都是和平转移啊。昨我坐警车入来，我来咧问迄个计程车讲：咱现在台湾有两个政府，你毋知知影无？讲无啊，哪有两个政府？哦，啊，你唔知道我讲讲啊，有啦，有一个台湾民政府甲台湾政府，啊，一个是中国流氓政府，伊即马干呐有一个啊管理权尔，管理权美国呐甲收起來。怎啊？予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就有台湾民政府来处理啊。美国讲要和平转移，所以伊才讲用两个政府，因为我甲讲要来遮嘛，啊。迄个做，我迄个我是暗时来嘛吼，啊，这个过程中，我唔只甲讲，金门，迄个两个大岛，出进来你知影无？伊讲唔知影嘛，那有带笔电，你就上网。金门出金，无、哦、啊！我搁甲讲，就头拄安尼讲个啦，拢甲讲一摆啊。伊则讲啊，阮做做啥？阮什么政府啊？共款啦！民政府啊，好啦！啊，恁要做啥？啊，做流氓政府啊，好啦。我甲讲吼，今仔日你福气载着我，我讲伊福气载着我，我甲咱提出来，请个身份证好看，因为我前家夫妇个讲啊，你等下啊，福你福气载着我，我甲讲吼。这张啊，
现在你会得请，赶紧请，对你以后有足有帮助的。无论讲你是啊，我汉字还是汉字我啊，都无要紧。你唔是本土台湾人的话，你闹这张，你就是认同这块土地，啊，你想要留落来，所以一切的设施方面，从头开始，拢有优待啦。讲有诶要去国外，因为流氓政府是外国来诶呢。咱迄阵啊是，咱迄阵当时是日本呢，时代呢，因是外国人来诶呢，外国人来诶，啊无来来伫遮办啥办？拘留，上头最少你若爱来办一个拘留钱的，办一个拘留，啊，一个拘留伫国外人几年？五年啊，六年啊，吼、哦，等于是啊，唔是公民，算居民，办一个居民。啊，你即满有认同？你赶紧现在来办一张啊！居民以后才来申请公民，啊，五六年过，你才来申请。啊，那你即马办，你即马办，甲咱的执政的时间，甲咱的执政的时间，如果拖去啊，可能你两三年，你就会使办公民啊。所以我甲讲，啊，你是福气，啊，你若听落，你就办；啊，若听袂落，啊，你讲啊，较，伊讲啊，较等嘞，较等嘞，较慢嘞，较慢嘞，啊，较慢嘞，迄阵安尼排袂赴，大家拢要来啊嘛，对无？所以，甲咱的亲友吼。较大家较拼嘞，咱即摆要讲这啦。我看咱时间要过啊，因为无济啦吼，看看咱。该啊，讲一个，啊，无要紧，有带笔得嘞，啊，是带啊随身碟，啊，拢去咱甲咱的工作同仁扩灯来看，哦，会使扩灯来看，哦，因为我要甲大家讲，咱如来。如参与的人的水准都如管，所以这看一下就足清楚了。啊，要甲大家讲，会计就是一般公认原则啦，吼、哦，公认的会计原则，企业个体吼、哦，这就是。那現金表報銷的時候，因那個會計小姐說，啊，這個啊，袁理事長啊，啊，這你自己去請私人的朋友走的酒家，啊，這張就酒家的收據，啊，這不殺你啦，你又，你去，你自己去出啦。那這樣說，他敢會硬說
以前就会使哩，啊，我即卖哪会袂使哩？啊，有当时也讲啊，伊都唔是国民党，迄阵啊是无党诶嘛。啊，当然会计人员安尼讲，因为是安那叫做啥？所谓企业个体啦，就是说你所用的是用在这个机关内底。啊，虽然你出去去请你的朋友，啊，这个朋友那是你的省啊管理内底的公关啊，是无要紧，但是你开销走去大开，走去。手家去开啊！啊，所以会计人员会甲你动咧。啊，审计人员啊，唔好你报。啊，当然你都爱家己出啊嘛。啊，家己出，伊敢爱掠个贵？甲即卖也袂掠袂贵嘛。安尼，我咧家己，我甲大家讲，安尼了解会计制度，先了解这个，安尼就足清楚啊啦吼。我看咱今日啊，都到这，因为时间已经我过一分啦。啊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请起。